王一博香奈儿香水展。王一博看着自己的眼睛，仿佛在跟自己对话。王一博香奈儿香水直播逛展，黑色高领毛衣，小香风外套，搭配珍珠项链，贵气波波。王一博插着口袋，慢慢地逛着。这个展布置得很用心，很有艺术气息。王一博听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，双手交叉握着，很认真地在听。两个人边走边看，了解了很多香奈儿的经典款香水的介绍。王一博还闻了自己喜欢的香水，自己是狮子座，所以喜欢狮子的那款香水，还专门找了 Boy 的这款香水。这款香水是可可香奈儿女士为了纪念生命中最重要的男孩而命名的。王一博闻了试香气，这个动作心动了，羡慕那个试香器闻香识一博，哈哈。看着地上的转盘，回忆了刚才逛展的顺序，这个里面有很多好看的装饰品。王一博想带走自己喜欢的冲浪板、头盔，还有滑雪板。蔚蓝男士香水馆里有一博录制的讲解声音。今天的打扮真的很像韩剧男主，长腿欧巴，这个长直的发型很帅，有一种稳重感。这个馆随便拍照都很好看，氛围感拉满，时尚高级感。王一博看着自己的眼睛，仿佛在跟自己对话。王一博官宣香飘飘奶茶代言人，喜欢喝波波奶茶的波波。还记得当年其他哥哥们喝啤酒，一博只能喝波波奶茶，哈哈。王一博这个帽子上狗狗的耳朵，不是原本帽子上的，而是戴的狗狗的头箍。王甜甜真的太可爱了吧，还是签售会粉丝送他的。王甜甜当时戴着狗狗发箍很开心，现在越来越酷盖了，戴个猫耳朵还要问三次，真的要戴吗？不要说我可爱，要说我酷，哈哈。胸口还贴着自己的周边，真的是内心柔软的狗仔仔。粉丝送他的东西，他拿回去真的还会戴。王一博真的是太暖了，他真的值得最好的宠爱。